这几天这个废娼运动可干得真热闹，你瞧这两天的报纸全是这个事儿。年岁一年一年的坏，穷的人一天一天穷下去，在这个时代上做人也是活受罪。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可是这两年来的苏杭也不是天堂了。哎，回想到过去的六十年当中的事事物物，真叫人不禁沧桑之感呐。年纪老了不中用，咱们用不着伤感喽。你瞧今儿这么好的天气，湖光山色，好一片秋景啊。Thank you.
哎，老头真要命，不能慢着。这老头儿一点体力都没有，要快一点的。啊啊啊！是的，快摇快摇。啊，要快一点。年纪大了，摇不动了。摇不动，摇不动。老婆，风大得很，还是我来摇吧。好，让他摇吧。哎呀，就让他摇好。哎，哪个？我来，我来。哎。哎，老婆，我有的是气力，还是让我来摇吧。啊，还是让他摇吧。我把船儿翻了，我把船儿翻了，努力向前摇，努力向前摇，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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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儿大波儿高，小小船儿浪中飘，嘿呀嘿呀嘿，先把方向确定了，确定了，只要努力向前摇，向前摇，嘿呀嘿呀嘿，不怕摇不到，不怕摇不到。啊，到了到了，哎，到了，请上。哎，到了到了啊，老太坐在这儿。哎，你们坐好坐好，哎，小心一点，哎，哎，坐好坐好，哎，坐好，哎，哎，哎，坐好坐好，哎。老婆。这不能明白，不能够，不能够，不能。爸爸，咱们回家吧。啊。正月黄天又到了，怎么办呢？阿里。阿离，爸爸真对你不起，叫你这样受苦。爸爸，我没有什么的。嘿嘿嘿，
我去了，免得惹你婶子生气。走吧，去去去，你还不去？好了好了好了。爹娘早早死了，跟着这样一个狠心的婶子，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。今儿晚上的小英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受苦。爸爸，工厂不关门，小英也不会那样可怜。这怪外国的东西都卖到中国来了，中国的工厂都关了门了，这一大批的男工女工到什么地方找饭吃哦？阿离，你跟小英一比，可算在天堂上了。你还有这年老的爸爸，你还能吃这碗热饭。爸爸，你吃。
一天心中遥想而去都前，默默身上的不方便去到他家讨分钱。老头儿开门来。那个大胖子又来了。老头，大伯请坐。有钱没有？哦，你们倒是在这边吃大块肉呢。大伯，这是萝卜，您是知道的，这两月来的生意。谁管你生意不生意呀、啊？租了我的船，借了我的钱，总得还我。对。养着这么一个好女孩子，还怕没有饭吃吗？大伯，对不起您，我们的意思都在这儿了，请你收下吧。好。本再来跟你算账，得了洋钱忘了都城。爸爸，您不吃饭了吧？哎，天下没有好人了。您先睡吧。嗯，总算还有一个大哥，可怜我老头子，早早晚晚的给我来摇船。世界上要是有好人的话，那就算他这样一个人了。阿林，你去吃一点吧，年轻的人不是没有力气的。您睡吧。哎，要不是他替我摇这两次，今儿晚上的个吧又不知道怎么样之疼呢。Thank you.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偷去了，他妈的，一定是小老总给拿去了。偷了你还在这装死？来，嗯，拿出来把我衣服。高大哥，什么事？你把我的衣服拿来，你还问我什么事？哎，拿来！哎，我偷没你小儿子小的怎么不偷你衣裳呢？我不打你，你也不肯拿出来。哎呀，哎呀，高大哥，哎，高大哥，你还叫我叫，我就是问你，我不偷你衣裳。哎呀，我没偷你东西啊！叫，哎呀，我没偷你东西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刚才我打着您了。好，我回去去找，找不到了我再问你。Thank you.
里你早啊？睡得早，起得早。妈的，昨天晚上衣服给偷去了，今天穿什么呢？咦，两个洞也补好了，奇怪了。哎，叫老钟。来来来来来，宝贝哥，我昨天没偷你衣裳啊。喏、哦、昨天不见的衣服今天又找到了。你看两个洞也铺好了。哎，您当心，这说不定有鬼。胡说。哎，别闹着玩，要动门呢，别闹玩。倒提呀去吧，倒提呀，到地下去吧，到地下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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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咱们下去吧。地下去吧。哎，地下去吧。坐好，坐。地下去吧。哎，地下去吧。到地下去吧。爸爸，你看，高先生来了。老婆，大哥，你早，还没开船，老婆，快了，快了。爸爸，我们开船吧。好、哦，开船，来、哎，我们开船吧。哎，那么我先下去了啊。好好，小弟弟啊。哦。哎，坐好，坐好。老婆，还是我来摇吧。啊、哦，多谢你，我来摇吧。好好好好。我把船儿翻了，我把船儿翻了，努力向前摇。
岳飞去吧，到岳峰吧，到岳峰去吧，岳峰去吧，岳峰去吧。老婆，大哥，你早啊，今天有夜班，所以回去的早。哦，慢点慢点，坐好坐好。爸爸，我们开船吧。哦。喂，老头，我也要去啊，回来。阿林，还有一个。爸爸，已经满了，不要了。哦，他妈的。哎，先生，坐我的船去好了。好好，你给我赶上那个船啊，快点。快快快，好，先生下船。哎，快点呀，你瞧那个船走远了。好，快点摇。爷，干你什么事啊？笑话！老婆，我来摇吧。哦，哎，哈哈哈怎么了？哎，他妈的，这小子！好了好了，别想别想。哎哎，大哥，快摇吧，快摇吧。哎，爷，我玩我的，笑话不笑话？不笑话。快摇吧。哼，不要想了，不要想了，笑话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大哥，真是这西湖的船，船让你一个人摇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哎，回去回去，我们笑话。哼，岂有此理。好了好了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嗯。老孙，停下来。啊，哎，老黄，好久不见了啊！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要来。哎，我也是今天刚来的。哦，从哪来？上海来的。哦，上海来。哎，坐在哪儿啊？
就在湖宫。哦，我们一块儿去玩去，好吧？哎，好好好，好，不敢不敢。哎，现在就去了吗？不，我还有点事了，回去见吧。好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老兄的话是真不错啊。哎，哪儿呢？上午的时候。不过我李相啊，一到了杭州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题材，可是到了子弟又找不出什么可以画的。我倒有一个很好的模特。哦，老兄有一个很好的模特。嗯，那我这回总算没白来。那当然了，只要你请教我，什么事都办得到。是。现在咱们就去瞧他一下怎么样啊？嗯，不，我还有一个朋友还没回来，我等他一下呢，明儿去吧。那好那好。来来来，老高再来一杯。什么？我要走了。今天刚发了工钱，为什么不乐一乐呢？得了，薪水才发了一半，有什么可乐的？小梅，你让他去吧。我知道老高的事情，有一个要穿的姑娘，跟他关系好，是不是老高？哦，原来这么回事啊。哦，我说老高住得这么远，他不肯搬家呢。你听他的话，他的话要靠得住，我们也不叫他说谎老六了。哼，你还反而敢说我吗？你问问老三，他也看见过你的那个姑娘，跟你怪有意思的。哎，有是有这么回事，可不是我们高大哥对他怎么样。喂，你是不是在想他？你要是不在这想他，为什么就要走呢？坐下坐下坐下得了。我们走了，我们他妈的，你们都在作弄我是吧？为什么要走？坐下来吧，坐下坐下坐下来，坐下，有本事轮起吧，别轮起吧。哎哎，开呀，开了开了，一分去吧。哎，老头，好久，你为什么还不开呀？开了开了开了，马上就开，快点开，马上就开呀，快点开呀，我们太远了，马上就开，快点开呀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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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就开啊。开了，二林，我们开船吧。嗯。这个做好了。咦，奇怪了，枪也给烧好了，妈的，真有了鬼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在这干嘛？奇怪了，今天不知道是谁，饭也给做好了，枪也给烧好了。哎，一定有大险。哎哎，一定有大险呢。妈的，哦，大仙，哦，吃你这个小老头。哦，哎呦，哎滚，哎呦。
在这等着他，到底是大仙还是鬼？这什么派呀？哦，这是未来派。你不懂。啊，你们真是上海人，
到这个时候还不起来？起来，走走。怎么了？咱们快去看那个划船的姑娘去。哦，早知呢，这忙干嘛呀？哎，老黄啊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摄影家，梅特孙。哦，梅特孙。哎，你说要去照相，你得带他做师傅。对了，我今天特别带来一个照相机来，师傅，你教给我吧。哪儿的话呢？我知道 Mr. 王一定是专家。我真不会，或许这个机器不好，我老是照不好嘛。您太客气了。哎，这机器啊是不大好。哎，你叫我的。那好极了。多少钱呢？不多，买全了也不过两千多点。哟，那么贵呀。哦，嗯，喂喂，你快去叫那个船老板抬他胖子来，我有话跟他说呢。哎，别忙呀，咱们先吃点东西。哎，快去预备早点。是。起来呀、啊、起来呀、啊、快到十二点了，起来吧你。哎呀，怎么的呢？哎呀，你瞧，就是前面那个划船的小姑娘，那就是那个。哎，漂亮不漂亮？不错，好不好？嘿，真够味儿，咱们就来一站好吧？好好好。哎，我拍好了，你拍好没有？好了好了。划船的，哎，你快点摇，赶上那个船。晓得了。姚船长，哎，你晓得那个女的是哪一家的？那个嘛，就朱老头的女儿。哦，朱老头。他妈的，这几个家伙又来了。喂喂，小姑娘，你到哪儿去呀、啊？嗯，怎么不说话呀、啊？喂，喂，妈的，怎么了？干嘛？怎么不说话呀、啊？啊？什么？快点摇，快点摇！哼，干你什么事？笑话！喂。我知道你喜欢的啊。哎，我们等一会儿啊去叫他来好不好？是，好好好好好。我知道你的啊。我再拍一张好吧。划船的，哎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哎，不错啊。
回来了。爸爸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。哎，好了，到了。哎，好。慢点，慢点，好。哎，小弟弟啊，哎，哎，坐好坐好，来，哎，小弟弟来，哎，坐好坐好，哎，来来来，慢点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坐好，来来来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来来来，哎，坐好，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哎，好好好。坐好坐好，好，谢谢谢谢啊，大哥，今天赖你了，没什么，不要紧。大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老婆，我有。哎，你不要瞧不起我老头子啊，老婆，哪的话。阿林，哎，你也来喝一点。好，就来。你吃一点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没有娶过嫂子吧？不，没有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我的爸爸，他早就去世了。我念书的时候，我的妈妈。吃一杯嘛，阿林，你给大哥换杯热的酒。好。我不会喝。再喝一点吧。老婆，我要回去了。你再坐一会吧。不。我要回去，那么我送你回去。我也不是小孩子。老婆，我走了。
小黄，怎么了？那大胖子怎么还不来呢？咦，就来了，不是已经去叫他了吗？老孙，你猜他愿意来吗？这才是笑话，有了钱害怕买不到东西吗？哼。哎，老兄，我倒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弄这个歪呀呀？这还用得问吗？艺术家和我的个性，我不愁吃不愁穿，国家大事更用不着我来管，在女生身上找出一点美来，这不是更有趣的事情吗？哈哈哈哈，女性的美是真美呀、啊！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原来艺术家不过如此，我也想做呀，可惜我没钱。哼，那你就不够做艺术家的资格了。嗯。那我做不到艺术家，我就做一个艺术的叛徒好了。好一个艺术的叛徒。什么是艺术的叛徒呢？这是有来历的。我有一次遇见一个多年没见的中学时代的同学，他把艺术说了一大套，我简直的弄不清楚。后来他简单的说，艺术就是大多数饥寒交迫人们的食粮，我当时啊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我想，我又不饥，我又不寒，我当然用不着他的艺术了。我就说，我是艺术的叛徒。现在听孙大哥这么一说呀，艺术又另是一套，这倒很合我的脾胃了。可是你又说我不配，这不是岂有此理吗？里边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刘意思叫我们。对了，今天我看见那个划船的姑娘啊，她的父亲是叫猪老头。我这位朋友孙先生很想要他女儿来做一个模特儿画一张画，你能够把他叫得来吗？是是，我知道，这个模特儿，就是画图呀，你懂不懂？哦，画图画，哎，是的是的是的，那可以，只要先生们瞧着好，那是不成问题的。好，老孙，这事就好办了，你们不叫他来吗？行，可以的，只要先生们瞧得好啊。好，那么明天我们你呀、啊。可以。这个先给你喝酒的。先生，这个不敢。不要紧。谢谢你，我这就去啊，我就去啊。今晚的月亮多好啊。灵妹，灵妹，好好的怎么又哭了？怎么了？我想起我爸爸，那个大胖子时常来要钱，将来叫我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有我了。你要不在这儿呢？我不会离开你。明白。你为什么把我的衣服偷去？你为什么不管好呢？
谁呀、啊？我。啊，大伯，请坐，请坐。老头，你在不在？能不能？大伯，这两天我实在没有钱，请你老人家行个好事吧。嘿，谁来跟你要钱来了？想不到你这几个老骨头还有一点福气呢。你明天准得有一笔大财发了，发了财可别忘了我呀。大伯，这怎么一回事？我不晓得。别忙，我来告诉你，有两位少爷带上了你的女儿了。哼，你不是准备要发大财了吗？好吧，你明天叫你女儿跟我去吧。去干什么？我不能叫我女儿去做什么不规矩的事情。哎，这个年头这有饭吃，什么规矩不规矩？大伯，我宁可饿死，就不愿意让我女儿给你们来糟蹋。他妈的，老子要的是钱，什么糟蹋不糟蹋？你女儿呢？我不晓得。你老混蛋，我干你都不晓得啊！天爱，我欠了你80块钱的债，你天天那么样来逼我，今天你还要来逼我的女儿，哼，谁叫你借了我的钱呢、啊？你得仔仔细细的去瞧瞧那张借据，不是明面的写着200块钱吗？大伯，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，死了老婆子，借了你80块钱。你要我还你200块钱，哎，天下没有好人了，你今天还要在我女儿身上讲法子啊？哎，哼，老实告诉你，我早就打下这个算盘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下这么大的本钱了。好，狠心的家伙，就是我拼的这条老命也不能让你糟蹋我的女儿。哎，他妈的，你真不要命了、啊、我就打死你、你女儿也逃不过我的手。哎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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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装死！我明天告你个拒债装病。阿林，不在家吗？慢点。好。
心点。啊。好，把帽子戴好。好。哎呀，天津了。高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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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大哥。哎，有人叫你呢。恐怕是老梅。高大哥，高大哥，高大哥，高大哥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好。高大哥。找了半天找不着你，走走走，到你家去，工厂出了事情了，咱们赶快去吧。走走走，去。关门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天都快亮了，我们总要想个办法呀。哼，老板不给开工，有什么办法好想呢？还不是听了死吗？什么？听死？我们是为了死才活着的吗？我们这么苦，这么卖力气的干，原来就是为了死吗？有人上手，没有事做，不死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三弟，你说什么话呀？高大哥，你比他们都懂得多，你想我们应该饿死的吗？像这样的孩子也该活活的饿死吗？高大哥，你比老梅他们都懂得，你总得想个办法呀。好吧，现在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召集工友，谁没有父母，哪人没有妻子，我们赶紧要求工长给我们开工。好，我们去。去抓了啊啊！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有什么用？还是依了我的办法好啊！哎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，倒在个爪子衙门里去了。那也不要紧的，只要你答应我包在我身上好了。好，我去吧。
谢谢你啊。不要紧，走开走开。老妈，你拍好了没有？拍好了。哎，别怕呀，谭大胖子一定会给你办妥当的呀。来来来，我给你画画口红。真漂亮，漂亮啊，好看。哎，别哭呀，你瞧穿着这件衣裳都好看呢。我来教你个姿势啊，你躺下啊，两手这么摆着，我来给你拍张照。哎，我也来拍一张啊。好，你拍好了。哎，两手摆上啊，摆上，摆上啊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别动啊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。哎，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，我还要拍一张呢。好，你拍好了。看啊，这么样子啊，坐下。哎，你把这话咬在嘴里。对了，这么样真好看。对对对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样的姿势正丑死了。起来起来，这样的，哎，这样的，用力呀、啊！好，好，够味儿啊！真够味儿。哎，对了，这样子才是发过名画里面有的呢。老宋说发过名画里的有的啊。开留声机呀。好，我来。让我这个画好了再说呀。哎，这个样子不大好看，哎，还是画裸体的好。对了对了。
哎，老三，画裸体好吧？我赞成，我赞成。老三，是画也画也，是不是？画裸体好看。老三画呀，老三，我不痛快呀。哎，你不画，我们来画了啊！对对，我们来。他仍然不行，不画了，不行，钱已经给了他了。起来，起来。他就会哭，不会笑，快起来呀、啊！快点啊！怎么的？快点，快点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别哭了啊！哭也没用的，告诉你们。在哪儿啊？就在这个里头。在这儿吗？是。你这个人呢、啊、好妹妹，我来陪你呀。别怕啊，别怕啊，别怕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啊！你杀了人还想逃走，真给我抓住了。你想死，死也死不了了。哎，你们没罪了，放你们出去吧。哎，不是你，不是你。好，你走。不是，不是你。要求你要什么？要不要？小老冲，大爷吃了你的大饼，你该要钱吗？不要。不要。好，打他两下屁股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赶快说救命啊！哎呀，赶快说救命啊！哎呀，赶快说，不干了，什么事？你干什么？赶快说，救命啊！小老冲，起来，起来。你怎么了？哎，大德哥，你起来了？啊，哎。他们都快要三个月了。啊，小老宋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刚才还骂我听话了，你还说没有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净说瞎话。我问你，朱老头他们全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哎，高大哥，学校里化成了。那天中秋晚上，高大哥去馆子去了，朱老头不晓得怎么的，掉河里去了。啊？他死了吗？他死了吗？没有死，我想把阿玲把朱老头送到救济院去了。那么他们现在还住在医院吗？不是的，这以后朱老头毛病好了，有一天他到我这儿来。哎，朱老板，你好了。哎，好了。我的阿玲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吧？朱老板，你请坐吧。阿玲姑娘啊，警车给他们卖到拱景桥去了啊啊！一定是这个坏家伙卖的，我去找阿玲去。哎，朱老板，你别心急，等高大哥出来时候再说吧。你恐怕去吃大亏呀、啊！不不，我一定要去。
去老头说不定硬到拱庆霄去了。那么阿林呢？哎，老大哥你别吓我，听说中秋节第二天晚上阿林叫他们枪检了，以后不见，听说是他们被他卖掉了。是谁卖的？哎，就是常在西湖里混混那个家伙，一个月以前呢就不看见他，听说别人呢把他查了一阵脑，现在毛病好了又到西湖里来混混。好，我非去找他，我不找他我不姓高。什么？我问你，阿林带到什么地方去？我管你这个事啊！滚开你！打人！你滚下来！你看，怎么？你打我吗？我打你怎么样？好、哦！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说，说出来，哎，说，好，好，说，说，动，你动，你动，多动怎么样？动。中中打死你，哎，中打死你，打死你，走，扔到你河里去，哎呀，扔到你河里，你说，说，我说，不是我做的，是抬刀胖子买到公交去了，不是我呀，抬刀胖子，谢谢你，你放了我吧。怎么老是哭老是哭，越哭越来了。嗯，做做好事，做做好事吧。哎，来来干什么？我到这儿来玩呢。你配跑此地来玩啊？我有的是钱，什么地方不好玩呢？啊，那我替你打听好了。不要，我自己知道，我自己去找好了。哎，干什么？来，上下来吧，下来。灵梅。灵妹，我是铁哥。灵妹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来，大家，卷一卷。啊！你喝，我真喝不下去了。哎，老林家，带我喝了吧。好，我带你喝，我喝少一点的啊，我喝少一点。好，干一杯。我是铁哥，你想一想，灵妹，我是铁哥。
想一想。哎，你们喜欢我的老六吗？喜欢的，当然了。好，我要他唱一个小调给诸位听。好，老六，上酒喝。老六，喝一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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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了好唱啊，喝了好唱。对，不喝我生气了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妹妹，我已经不中用了。妹妹，这不是你的错处。哎，妹妹。来来来，张大爷敬你的酒，你喝了吧。对呀、啊，我是杭州的四大金刚，总不能给大爷我扫面子。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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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唱啊，喝着唱啊，老六快点唱啊。啊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，让我们谢公听啊。坐下坐下坐下。干什么？行行行，爸爸，
疯人大闹妓院，说不定的曲折离奇，说不定的悲欢离合，哎，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啊？